你睇紧嘅系激金币 plus 三号频道。咁我哋啱咧用爱很简单教咗一个、叫做、我咩 full chord 啊，你总之怼死嘢落去系咁怼嗰啲啦 ，OK， 即系等于你吉他 full chord 嗰啲啦。咁我今次教一个 broken chord，OK，、okay， 即系拆散嚟弹，你成日以为好劲嘅嘢 ，OK 系咩嚟嘅咧？头先我话过，如果 C chord 点样玩啊？左手就揿八度，或者咁揿 C， 右手揿一个 C chord。好啦，如果系一个八分音符。1 and 2 and 3 and 4 and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 broken chord 方法啦。这样听下去当然是最得人的儿歌啦，转少少拍子差好远的咯。1 and 2 and 停 and 4 and 个效果会差好远的。这个就是个拍子先，个拍子你玩咩啊 ？Broken chord， 1 and 2 and 停 and 4 and 个停我唔弹 ，OK 个停我唔弹，变咗先，1 2 3 4停2 3 4 ，OK， 好啦，咁然后转 chord 都系啦 ，E minor，OK，、okay， 然后 A minor。如果我哋遇到一个 chord 系两个八，系一个八两个 chord 嘅时候，咁要玩翻试下咯。咁做个实例啦，咁样讲你好乱嘅，睇谱你会易明啲啊。OK， 譬如我咁啦，哇，唱住系弹唔到嘅，我就咁弹算啦。回去試一試先。